累死我了，这个衣服。耶，没开成功吗？嗨，这个没电了。确实的。像小布了。嗨，大家下午好，想睡，回去睡会儿。播了，播了睡，没电哼。哎，播了睡吗？播了睡吧，不然起来还要补妆。下午好，家人们。今天算是白天直播了吧？我给我这个灯充电，放一下，没电了。来了来了，那我给你收一下吧。没事，你放着，一会儿收也行。老师，我等会走了。你走呗，看你了，走呗。这个有多难收？谢谢回忧鱼的奶茶。我是你的容器。家人们，谢谢回忧鱼的奶茶。哇，谢谢小羊柠檬棒。咋了？空盘行动的。对，嗯，谢谢留在 X 世界的煤矿。好，没拆呢，这么长呢，咋拆呢？哎呦，小心点，吃饱了，家人们，因为我刚吃饱，想说谢谢小杨，谢谢胡梦，想说赶紧先，我经常说话说到一半，他们不让我说话，就在那送，然后想说先直播播完之后再去拆，因为不。因为怕待会拆的太丑了，我就不想开了。对，它这个布料都就是有点反光，还想看我。那我如果拆完之后，如果好看的话，我再开；不好看，就是就拜拜哟，拜拜，小老公。今天的后缀，今天叫什么呢？笑死，太挤了。今天挤吗？对的，有点感冒，不合适。小老公只有一个，这衣服家人们谁懂？这还有鱼骨撑，然后就是很难，就是很难，就是哎，累死我了。对，这衣服会反光的，我穿什么都合适。谢谢你啊，幼宝宝才保过呢，我吃药了，吃药了。之后握手会再说吧。这个其实是我本来昨天想穿的，但是就是昨天。我去握手会的时候，他才到的。叫姐姐，你们不是喜欢姐吗？还要让我叫妹妹啊？今天大家都是妹妹是吗？好，今天妹妹，我是姐姐，大家都是妹妹。我到底有多少妹妹？谢谢呼呼妹妹，谢谢天降妹妹的荧光海，谢谢橘生妹妹，谢谢都在 X 世界妹妹，谢谢麦里逃生妹妹的蹦迪，谢谢小狐狸妹妹。谢谢洛阳妹妹，谢谢悠悠悠恩恩妹妹的高级马可龙。壮壮已经躺下了，你是要睡了吗？你要睡了？那好吧，那我播完。谢谢还能不能行了妹妹。好，谢谢零下十七度妹妹。谢谢 IBPBS 妹妹的蹦迪。谢谢多米妹妹。谢谢仲夏妹妹。说好小。因为我人也很小嘛。
谢谢丑菊儿妹妹的荧光海。撞了一天水多久？不一定。谢谢高高妹妹的蹦迪。唉，累死我了，吃太饱了，谁懂啊？我一整盒饭都吃完了，谢谢小羊 AIR 妹妹的高级马可龙，谢谢，别人的话我不听，妹妹，谢谢小羊妹妹啊，不好意思，喝水的喝水的，不是，只是因为我刚吃饱，然后我现在也不敢脱，因为听说刚吃饱饭不能把扣子解开。我想那什么的，谢谢叮叮当妹妹。因为就是你本来勒着吃嘛，然后你的那个内脏啊那些都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，然后你吃完之后它也是绷着的，但你解开它容易坏。谢谢小林妹妹的蹦迪，好像是对胃不好，就你解开之后就，谢谢林下十七度妹妹，就是好像说会让胃突然间松掉也不太好。谢谢主人要闹妹妹，谢谢斜杠妹妹的荧光海。所以我一般不解开，就是突然解开就是不太好。对，你可以等它消化一点再解开，因为它本来是绷着的，所以突然解开就啊放松。谢谢无名猫猫妹妹，谢谢仔仔妹妹的蹦迪，谢谢喝茶妹妹。我肯定会的，我待会播完我就换衣服，然后就去拆头发。没想到都七点了，吃之前解开没有问题啊。对，我要换一个很轻宽松的衣服，主要是，我现在讲话不是配套。谢谢说过很爱你妹妹的夜蝶，我现在讲话有点累，就是它整个是勒住的，睫毛对贴的假的，假睫毛。对，今天播的比较早，是因为我一会要去拆头发，我怕拆完太丑了，我就不想播了。谢谢呱呱小安宝妹妹的荧光海，没有拍几张，其实因为该拆了，但是拆完就是说还没想好要接，因为就是接头发其实挺伤的，因为它要接在我自己头发上，然后就一直扯着，就我这一半儿其实很痛。对，我要先拆了看看，如果实在丑的不行，我就还是会接起来。真实长度，这个呀，这呀，到这儿了。上次拆的时候我好像有拍给大家看，但是我马上就接下来了，打结了，不能只拆一点，你是要全部拆掉的，而且要重新接也要重新拆掉，全部拆掉要重新接，有点想剪其实，因为我现在头发发质很差，对，还是有点想剪，而且就是怎么说呢，拆完之后发量肯定是不行的，对，很不舒服。OK， 会多穿一点，剪了养养，对，其实也不会痒，主要是想染，所以就肯定不会养它。你想当小，我现在要培训多久呢？
你可以先试试，你不一定能，先别想那么多，好吗？已经把自己未来想好了是吧？染不了可能。对，就是有点想染拳头。别着急，家人们，就是要进团先别想那么多，能不能进还是一回事，就先别把自己进团后生活想太美好了。先面试，当然如果没面上也不一定是说，也没有说明你什么，比如没有说明什么，就也不代表你不优秀，可能只是不合眼缘。不是，谢谢天降妹妹，没有喝，我不是喝药，我吃药。对，如果你真的想进的话，你就多面几次。对，是有点困了，因为上午去起来起太早了。谢谢小狐狸妹妹，又变好看，你这个又就用的很灵性。谢谢薄荷妹妹，怎么说呢？谢谢小鱼歪歪妹妹的蹦迪，怎么说呢？进了也是好事，没进也是好事，都是好事。怎么说呢？像皇宫，外面的人想进来，里边的人，有的人想出去，有的人不想出去。起码有住的，有吃的，有混的好的，有混的不好的。谢谢 WP 妹妹。进来容易出去难，有的人谢谢小羊妹妹，水费还没有管他呢，我还没交房租呢。谢谢早早妹妹，在这儿，在皇宫里待久了，谁不疯？但我们有一点比较好，我们还有手机，我们还能跟外界沟通。没拍摄，谢谢天降妹妹。我今天回来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我们这个小区外面。就是水局，对的很多。我一直都精神挺稳定的，很稳定。可能这就是看得比较通透的人吧，知道自己也出不去，不是，知道自己。进来干什么的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比较通透吧，看透一切，看破一切。在皇宫里出家，看破。谢谢小困熊妹妹，
没关系。我这不是一直在叫妹妹吗？谢谢莱克尼妹妹的蹦迪。Camp 可不是吗？外表的人，谢谢小鱼歪歪妹妹。外表的人，对里边的人一点也不了解。谢谢灵准妹妹。外面的人一点也不了解。谢谢小 L 妹妹，道听途说了一些，就开始瞎编乱造。没关系，不会跟他们计较的。没事，我们好着呢。哼哼，反正他们也这辈子也不会有这么多粉丝，这么多喜欢他们的人。谢谢佛系妹妹，谢谢麦里逃生妹妹，谢谢草不绿妹妹，谢谢世界妹妹，他们不懂。谢谢不错猪猪妹妹。唉，听说了一点什么，就把这还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，就把这到处宣扬，好搞笑。这就跟古代宫里的人怎么看外面的人一样。谢谢一往昔妹妹的荧光海，谢谢预言妹妹，谢谢天降妹妹的荧光海。不得了了，听说了一点，然后就开始编故事，跟外边那种写段子，就那个说书的那些一样。发生了什么吗？没有。对，还有自己脑补的，只是说到这些罢了。谢谢乖仔妹妹，确实是有点。谢谢 AA 妹妹的蹦迪，对，还挺重的。谢谢小捏宝妹妹的荧光海，是有点低，就是不用害怕，我只是想说，有的人根本不认识我就开始呢介绍我呢。谢谢一往昔妹妹蹦迪，谢谢若依妹妹的高级马卡龙。吃了感冒药，谢谢 AAA 妹妹。我不知道我吃饭吃了有20分钟没，谢谢 AAA 的妹妹的荧光海，谢谢小捏宝妹妹的蹦迪，谢谢美羊羊不爱干净妹妹的蹦迪。嗨，你还是飘着来的，你怪厉害的，谢谢。你们都不爱干净，谢谢汉堡王妹妹的荧光海，谢谢战神阿瑞斯妹妹的荧光海。谢谢三娃妹妹的荧光海。大家这名字都有味儿啊，谢谢 AA 妹妹，谢谢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妹妹的蹦迪，挺震撼的，谢谢 AA 妹妹的玫瑰花，
我的意思就是谢谢范妹妹，不是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我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我的意思就是，因为就是谢谢 AA 妹妹，就是有听说最近就是有很多人懂王哈，那么了解我呢，谢谢想吃超想吃甜椰妹妹，谢谢语文妹妹。懂吗？懂完了，让他懂完了，糟糕，我妈都不了解我，他比我妈还了解我，天哪！谢谢冷酷金龙鱼妹妹的荧光海，谢谢斜杠妹妹的夜蝶，太火了，挡路了，别急呀，我就一年多了，能挡啥呀？别急行吗？看我过得比较好，他们急了。确实，太火了，终归还是。谢谢悠悠悠妹妹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 AA 妹妹。哎，我去哪了？好，哎，我去。哭了，太火了，谢谢喝茶妹妹，谢谢 AA 妹妹。谢谢 AA 妹妹，有说过。谢谢文心妹妹，说到这个就想哭，别哭，没事儿的啊。谢谢一木妹妹，唉，终究是火了。谢谢 AA 妹妹，我知道人火是非多，我一定会注意自己的言行。然后忘了。这样才能走得更远，是这样的。谢谢霹雳火妹妹，是这样的。后面忘了，没事儿，家人们，我自己都不太了解我自己，大家就别了解我了，行吗？不是。我妈都不太了解。谢谢不多妹妹，谢谢高高妹妹，谢谢框框土妹妹的荧光海，谢谢高高妹妹荧光海，谢谢崽子妹妹的蹦迪。怎么说呢？我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儿。没有做违背道德的事儿。吃个感冒药啊。没有，我就是说没有发生什么。啊，温水重要。没有，就是听说了，有些人太懂我了，懂啥呢？懂啥呢？我都不懂，我不懂。谢谢墨香奶茶妹妹，我都不懂为什么我会感冒，好不懂。谢谢 AA 妹妹，懂啥呢？整天懂这懂那的，谢谢坏人妹妹，谢谢麦里逃生妹妹，谢谢西西妹妹，求求了，拜托一人写一篇论文吧，我来点评一下。谁是小狗？我才不是小狗。哈基米啊，真吃饱了，大家看出来了没有？我是真没把大家当外人。
饱的不行了。是呀，这么多关呢，是平常同文写多了是吗？逮着一个线索就开始往下编，蛮会顺藤摸瓜的，顺藤编瓜。全小狗拍肚皮，好吧，我真的很饱，我就这么一大盒吃完了盒饭，吃它而且这个衣服有鱼骨，他不让我。没事，家人们，造谣造多的人会遭到反噬的，一定会有报应的。是有点，对，会有报应的，不管是谁。谢谢歪歪妹妹。打嗝了，吃太饱了，真的。谢谢歪歪妹妹。我脾气没有很好的，我会阴阳怪气。谢谢 A 妹妹。没关系，虽然我今天那个早上的架没有吵赢，我会很生气，我会恨自己没吵赢，但是这个没关系，我随时想到什么就出来吵，不是。谢谢不错的，不错妹妹。没有必要骂我不骂人，我骂的都不是人，我对人还是挺友好的。是的吧，但凡是个人我都不会骂他。唉，没事儿，家人们，我活了这么多，这么几十年，行得正，走得直，咱没啥怕的。没生气，没生气，我一点也不生气，就是觉得很好笑。谢谢变成猪妹妹。吃了，刚刚吃了。呸呸呸，什么糊，这叫不高清，因为我没有 4K。 别听我的瓜了行吗，我都第一次听说呢。我去，别太好笑。想象力挺丰富，谢谢小鲜肉妹妹。你都不知道，关系还不够多不是？谢谢银妖妹妹，我可太火了。下次大家早点来，确实跟没图一样，因为用完了。我也很想说，我也很想上伞，但是真的有点用完了，图个形式，走个形式。比较想用这个，所以我就用了这个。这个做的好多人呀，哪里很多人？你在说弹幕很多人，还是在我旁边看到的很多？
哼哼哼，哦，握手很多人，确实挺多人的。还好壮壮睡了，壮壮在我地上躺下睡着了。那可不。笑鼠，嗯，对，壮壮睡眠挺好的，因为他刚在看那个看剧，然后看完就顺便睡觉。因为我们白天会换衣服嘛，然后换了衣服就穿出去的衣服之后就不会再躺在床上了。因为出门的衣服就脏脏的，就别躺在床上。对，我发现地板挺多人的。我讲在睡觉，但换睡衣也麻烦。还好，好险。坐在沙发呀，小沙发，看，有靠背儿。对啊，这个不是裙子是啥？我还发在房间了呢，今天，谢谢蓝桥烟妹妹。呜、嗯、是这样，其实我好想睡一觉再出去，有点困，因为今天早上起来太早。可以，咱们晚上有机会的话晚上再播一会儿，那我播到20分，然后咱们晚上再见，好吗？对，主要是我现在感冒，感觉感冒突然有点严重。晚上可能就只能看到短头发的我了，也有可能我自己看不下去，我就接了，就是晚上的头发只有这么多，就这么多，这么短。这是我觉得头发很尴尬的长度。有可能我会去剪一下，有可能，看我一会儿心情。但如果剪完不好看，我可能又会去接。咱们就是一个大，没事，反正现在技术那么发达，短了就接，长了就剪。谢谢玉涵。妹妹，谢谢玉涵妹妹。嗯，颜色暂时不搞。嗯，那我不会想剪光头。谢谢想吃甜椰妹妹。OK， 我要眯一会儿，然后就喊壮壮去拆头发。其实我现在就想去拆，要不先去拆了。不然耽误时间。OK， 会好起来的。拆的时候可能睡不着，因为要坐在那，他就开始给我在那拆。穿个外套，我应该会换件衣服。我待会儿关了直播，我先拍几张看看好不好拍。拍几张，然后。对，如果好拍的话，如果我觉得好看的话，我就会拍几张。如果觉得今天没有那么漂亮的话，谢谢小猫咪妹妹。我这个鼻音真的很不好，真的很不好，家人们谁懂？谢谢歪歪妹妹。
出来。嗯，下次，今天是妹妹。对，很重的鼻音，可能是早上又起早了什么的，对吧？真的很撑，谢谢小猫咪妹妹。OK， 还有一分钟，谢谢 URUS 妹妹。空调一直都是这个度，谢谢阿兹妹妹。嗯，很棒，时间到，拜拜。谢谢，刚刚还有个什么？此地是中台妹妹，拜拜。